本栏目由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独家冠名播出，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创业投资找项目，请登录3158招商加盟网。每采访完就会特别沮丧，说：“哎呀，还有好多该问的没问。你看我们上次见面是2009年嘛，到现在已经8年了。我刚才还在想啊，还应该再聊聊那个。我们是不是该撤了？是不是在赶我们了？心里边都站着听着呢，得催这个。我们同事也在外面，就是跟观众道歉。”最后再给我几分钟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个哭点特别高的一个人。我能怎么办？我怎么样才能让你明白我爱你？多不好啊，又把人家弄哭了。吃了，咱们等一会儿就行。没问题，我正好逛一逛，我老在这儿看电影。你最近看的什么呀？敦刻尔克。哦，好看吗？好看，我已经还没有见过诺兰，我觉得我已经爱上他了。不过他已经结婚了。但是谁的戏你是一定会看的？比如李安的，以后诺兰的，然后梅丽尔·斯特里普的 ，Diane Keaton 的，哦，还有那个 Woody Allen 的戏，所有的戏我全部都会看。就弥漫着一种浓郁的烂片气质的戏，我肯定不看。你自己心里怎么看小鲜肉和老戏骨呀？我觉得我们都有点欺负小鲜肉了，因为所有的老戏骨都是从小鲜肉过来的，然后有一部分小鲜肉未来也一定会成为老戏骨，但可能更多的人在路上就牺牲了。段奕宏。喜欢。喜欢男生？有超强的个人魅力，内心脆弱，自己很牛，但是不自知，我比较喜欢。可能作为男性也是这样的，我喜欢艺术家气息的那种男性。对段奕宏最好奇是什么？我就想看看他符合不符合我的想象。那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吧。好。鲁豫有。